的快乐，也欢迎你来这，但不要乱丢了舍，让美好的事继续留在这。荣誉真的是，这个经验真是非常的难得。在达成之前，一切都看是不可能。有没有觉得下？虽然过程中我们非常的艰辛，但是我们努力不懈，还是完成了任务。也许我们起初并没有明显的去改善，但是我们始终相信着，这并不是结束，而是一切的开端。然而，我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，我们坚信的这个校园一定会更美好。走在这石板拼接的校园道路上，欣赏着四周令人心旷神怡、舒展身心的风景时，却被那些煞风景的垃圾，煞风景的垃圾，对啊，再一次。啊，暂停！现在我们一分钟都撑不到了。没有，还有你啊？对啊，没有阿红拖太久了，你帮我撑。朱子瑜可以剪接。对啊，给朱子瑜剪接。走在这石板拼接的校园道路上，欣赏着四周令人心旷神怡、舒展身心的风景时，却被那些煞风景垃圾而没了情调。然而不久之后有了 DLC， 激起我想改善校园环境的问题。嗯，好好我。你心情有点苦涩，想聊聊天寻找快乐，但不要